迷是这样，有一个人，他有一百只羊，他天天教着他的羊，引着他的羊，把他们一个一个喊叫着，领到山上去放牧。他是一个好牧羊人，把他的羊领到有农草和清溪水的地方去。这位牧羊人很好，也很勇敢。从前有一只狼钻进羊群，抓一只小羊，狼还没有伤害小羊之前，牧羊人就把那狼杀死了，然后就引到羊群的安全回到牧场去。到太阳落下时，牧羊人找坏羊一起过来，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去过夜。但有一只小羊不听牧羊人的呼唤，一路上慢悠悠地吃着青草，天突然黑下来了，小羊迷路，他也感到很害怕。所有其他的绵羊都安全地休息了。这位牧羊人他看羊群时，他一个一个的数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九、十七、九十八、九十九，哦，有一只羊不在了。牧羊人立刻出发去找，他边走边在一边在黑暗寒冷的黑暗里小群找着那丢失的小羊。他不时地停下来听着，但只听见黑夜的风声，他在不断地呼唤着喊叫着。他来到一座山顶上静听着，这时他听到一种声音，这是什么声音？他自己问道，这是小羊的叫声。朝着那声音，牧羊人沿着那险峻的山爬过去，在那里他发现小羊被卡在崖缝里。牧羊人一见很高兴，他抱起小羊就回家，他用肩膀把小羊带回羊群里。所有的人都像迷路的绵羊一样，我们走自己的路，我们消失在罪恶的黑暗中。耶稣就是那个好心的牧羊人，耶稣就是寻找或拯救那些迷途的人。为这他为我们献出了生命，唯有他的死才能使我们摆脱罪恶。耶稣为了我们而选择了死，他代替我们受死亡，但他并没停在死亡中，他又复活了。现在他还活着，永远活着。他是召唤我们的好心的牧羊人，他要回报神对我们的爱，那爱的召唤吗？请你这样回答：我的主耶稣。
我得罪了你，我走过我自己的路，我现在没办法拯救自己，我现在离开罪恶，相信你，永远跟随你。